要不要？要汤要不要喝？喝汤哎，我说要不要喝汤？爸爸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了？一点吧。妈妈。一点啊。一点。他等一下还没有出现。听吗？你好，疲惫的你，流汗后口渴的你，水是补水又提神，水难流，补水又提神，你快去吧。最近儿童听力减退，会医护人员公益路口开始报名哦。11月22号，三重幸福水岸公园，邀请大家支持医护人员，每跑一步，付出更多的信心。你会自己喝吗？喝多吗？会，但是很烫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有吃过吗？没有吃